他咋走啊？他叫啥了？去跑军人知道吧？申请重名了，你还你跑军人叫啥了？都忘记了。你让人家那个那啥叫啥了？啥不了，人家局根本跟不着。这不呀，人家局的好友住，他不好住当着嘞。局好友住跟不着。嘿嘿。不相信，正好也跟差一步，始终搞不着，捞不着脸。微信跑要不想试的只有挑试满跑两倍了。如果是转回去。咋又出来了？那我不知局了快中。什么快呀老师，那就是说跨车嘛，这是。简直跨车到了，你想想。哎呀，这个好好考虑考虑。慢慢考虑吧，那不考虑了。你慢慢考虑吧。供不供我的亲？你可以不供，可以不供。那你不拿表，他都要等。没意思，很不错，那可没意思，很有意思，没意思，大大的有意思。你不能想想啊，这啥？这不前年？这气候高山你都不行，这个大的了。对。这几次是走要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上吗？刚才应该上。羊不能上，羊上等着不中。那个吧，等着，看吃不了。看好那个杆子跑的，它管好的很啊。这不是不让你了，搞的我吧？我也没事。啊？搞的干嘛？冰都是绕，冰都是绕呀，对的吧？天是啥？山也是啥？啊，天是啥？两山。刘刚，回来了还是？两山。回来妈呀！真烦死了，这能是这事，可不得劲。回来了，你不是直接就丢人了？那打你啊！好呀。还有跑的，马跑，还有那个刚跑了都，是不是？再走一步，也留两步。哦，拼的，拼吧。我刚上忙，他还拼不拼？用鞋车呀，也不得劲。人家没法，人家没法。他点名是吧？谁不得理？嗯，不得理。先，还是得点名。着急先拿去。先打死就暂时就不开你了。钱不到多少？
想你了。这跟那个我跟那个皮子都脱了不怕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拼就拼！哎呀，你又不是鸡巴三头六臂，我告诉你说，你又不是那三头六臂，对不对？他又不是三头六臂，知道吧？绕他了我。要不是你不找挪一步，你根本推都推不起。相当大，懂不懂？大局的总该管。江湖咋走了？想啥事？啊？你店里讲啥事？想啥不想？那你搁谁里你也讲你个啥事？懒着吧，咱是先懒着吧。想不想吧，不好呀。运气来多好啊，我去捡跑的人了，好快去省家的小孩子，现在他也没说了，这捡跑回来当然给当着了，早点去。